衣服穿过的和没穿过的也都放在一起吗？放在一起。啊？我没有衣柜。你又不认识师姐，又没有衣柜。去读书的时候，就我要回家，他就站在家楼下就拽着我不让我上楼，也挺夸张的，就是他拽着你，就是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让你走了。他扒拉了你？扒了我？他扒了我？扒了我？嘿嘿嘿嘿，不配。改装很难的，这东西怎么弄掉了？你来救救我，我这个假人被我霍霍了。加油啊，加油，来呀小老弟，来呀小老弟。刚看你粘那个炸毛膏还挺好的，就想说给你一个机会。我不知道跟人该怎么粘了，你先试一下，觉得假如说不得劲儿，不得劲儿的话你就摘了好吧。东北话都吓出来了。哎呀妈呀，哎呀妈，老吓人了，天哪。